阿姨，哎，安琪，好久不见，阿姨，好久不见了。啊，你今天买什么？我今天要半斤猪耳朵，半斤夫妻肺片，调辣一点，阿姨今天。好，哎，旁边是你男朋友啊？啊。干净了。长得真帅。哦，我这里是刚拌好的猪耳朵，你尝尝，给你男朋友也尝尝。啊、谢谢阿姨。尝尝味道。他们家我从小就爱吃，尝尝那牛肉，怎么样？嗯，好不好吃？好吃，你也尝一下。嗯，还是老味道。嗯，你尝尝这个吧，这个猪耳朵。因为我比较喜欢青菜、小白菜，比较健康，然后水灵灵的。这个是健康的，然后呢，还有这种小白菜是比较用的，因为这个非常健康，也很便宜又贵。这种呢是平常我最喜欢吃的这种，所以我建议大家来选这种。这就是你每天上下学的必经之路。嗯，其实回家还有更近的一条路，但是这边景色比较美，而且夏天走这也特别凉快，所以就变成了我每天上下学必经的一条路了。尤其是那边，是不是很美？嗯，很美。下回我可以带你去我们学校那边转转。好啊，走吧，老爸还等着我们回家吃饭呢。嗯。这国战太难了，怎么过不了？卡住了。对啊，都卡了三天了。我来试试。嗯。哎，也不知道这忙里偷闲的，能休息几天？哎，谁知道呢？嗯。这，我把爱心姐上热搜，你快看。啊，怎么回事啊？这都说什么呢？这是这什么地下恋啊？他们在说什么呢？怎么能这么说？爱心姐，我上网评论。我也上网评论。这下班了，也就咱们这种单身汉才有时间在这锻炼。可不是，像我这种当爸多年的，都还是单身狗。你俩抱怨什么呢？队里谁不是？哎，这个我可得好好说说你了。你看你啊，1.85米的大高个，长得是又高又帅，哎，怎么就找不着女朋友呢？啊？那我是不是得好好问问两位老板？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大的工作压力，让我一点精力都没有？谈什么女朋友？不能怨组织啊！不怨组织，怨我。兄弟们，出事儿了！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吴白跟爱情，他俩出现在一个大 V 的视频里，然后粉丝截图发微博了。这不到半个小时，评论都过万了都。一文跟黑鹰都在楼下跟网友吵起来了。哎，不是我说怎么回事啊？他俩，我们是被黑了吗？他们俩吧。地下恋情有一段时间了，嗯。啥？谈恋爱？不，吴白爱情？不要吵吵，想办法解决。你这是，你知道吗？老蒋，啊，傅一文和林英在哪儿？食堂呢？把他们叫到我办公室等我。行。华梯，通知所有队员，最晚明天早上全部归队。怎么办？暂时不能在网上和论坛发布以及回复任何的消息，等我搞清楚再说。我不服，明明你是姐姐，爱情是妹妹，凭什么人吴白都在老丈人家吃饭了，我还在这吃泡面呢？我不服。这醋你都吃啊？行了，我出差回来就带你去见我爸，好吧？说好了。放心吧，挂了。嗯，拜拜。
队长为什么和你老丈人在一块吃饭？小孩子不用知道这些啊！哎，你们看到网上发的了吗？嗯，快去看看，出事儿了！什么大事儿啊？大惊小怪的。吴白和爱情被拍了，他俩要被拍怎么了？都被舆论引导了，粉丝都炸锅了，一个劲儿骂呢。队长和爱情姐和舆论又有什么关系？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？他们俩是谈恋爱被拍了，谈恋爱、处对象、谈朋友，或者什么说法你都明白啊？队长的女朋友是爱情姐。嗯，他俩在谈恋爱。嗯，处对象。嗯，所以我上一次给队长送水的时候，队长有可能正要给爱情姐表白。嗯，所以上一次你在商场拉着我上蹦下跳的时候，是要给他俩打掩护是吧？看来你还不是无可救药啊。行了，哎，别聊这些没用的行吗？现在当务之急赶紧找吴白联系他，快。我怎么就没发现呢？一文哥，要不咱们就算了吧。不能算，这事绝对不能算，一定要帮他们出气。哎，怎么骂了人还不服气啊？要不是欧强拦着，我肯定骂死了。行了 ，SP 的队规忘记了吗？要不要回去再罚抄20遍？不是老大，他们骂的太难听了，连你也一起骂上了。骂什么了？反正就，就是那些特别难听的。就网上那帮喷子，怎么难听怎么说，还吃瓜群众，我不知道他们一天在吃什么瓜。但首先你们两个是在役运动员。所有的言行代表着 SP， 这个希望你们可以牢记。我和一文哥知道错了。小林，你干嘛替他认错啊？我了解他，他就是嘴巴硬，其实心里已经后悔了。我不后悔，不用听我说话。把男人当兄弟，当然听你说话。老大，哎呀，来了。所有人都到齐了，我说两句。SP 没有禁止员工谈恋爱的规定，这点大家都清楚，所以不要对领队有任何意见。当然不会，我们没那么傻。但因为对方是 KK 的队长，身份特殊，具体怎么处理 ，SP 中国区的高层会进行讨论。对，今天晚上就会出结果，这件事情交给俱乐部来处理。亚锦赛之前。第一战队所有成员全部禁网，取消一切活动，所有成员不得参与任何采访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出去，走吧。要不要联系一下爱情啊？问问他现在是什么情况？还是你给他打电话吧，这事儿。我说不太方便。我懂。哎呀，老，哎呀，好香啊！来，这中间，叔叔，菜够多了，你别忙了。哎呀，不多不多，还有几个菜呢啊，很快很快。偏心啊，爸爸，我回来你都没有做那么多菜给我。喂，宝娜，我这刚出来，你们就找我呀？哦，没有，我就是。什么事啊？你跟吴白。就，我去接个电话啊。到底怎么了？微博上有人在恶意引导舆论。微博？对，有人发了你们的照片，一看就是情侣。林英跟傅一文直接在论坛上跟网友吵起来了。宝娜，你赶紧拦住他们，不要让他们再吵了。你放心，已经拦住了。现在全队禁网，不会对这件事情做任何的回应。
你跟吴白作为最强竞争战队的核心，你们谈恋爱，有人对比赛的公正性提出了质疑。而且吴白现在是最热门、粉丝群最庞大的选手。这个时候，这件事情爆发出来，他的粉丝肯定接受不了。我知道，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。还有，你作为 SP 的高层，曾经还跟王浩在一起过。所以，这件事，你千万不要做出任何的回应。我知道。这样，我一会儿就回 SP 做紧急处理。哦，不用，你先不用回来。王浩第一时间已经做出了紧急处理。可是事情是因我而起，而且我也是领队，我应该要去的。是这样的，爱情，之后就是亚锦赛，你们的恋情在这个时间点爆发出来，影响很大。我跟王浩需要一点时间来商量 ，SP 上下也需要达成一致之后再回应网上的质疑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最好不要参与。好了，宝娜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我是引起争议的人，我在，事情才能解决。那好，那明天上午见。不过你不要勉强啊，如果你不想来，随时告诉我。